意大利面真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，其中淡水有一间餐厅，伊甲意大利面结合川菜的风味，餐像宫保鸡丁，就是店内招牌。意大利面卖西真无同款，淡水一间餐厅业者，正前捌伫咧台北东区开业，后来转来故乡淡水经营，头家坚持所有料理拢使用进口食材。另外嘛，推出结合川菜风味的意大利面，亲像这个宫保鸡丁意大利面，味道遐的口感就真受消费者介意。我们就是主要是我弟弟自己制作的那个蒜香辣椒，然后下去用川菜的方式下去炒，然后他自己的酱料也都是自己做的。真受欢迎的还有这个花雕鸡汤意大利面，另外家里台湾分酒讲袂叫的花雕酒，和意大利面也会使真无同款。花雕鸡我们主要是用台湾烟酒公卖局的花雕酒，那时候我们在推出的时候，那花雕酒非常难买，因为还有一度断货。然后因为我们想说，那个花雕酒那个泡面那么的热销，而且也是卖到断货，那我们想说，那我们也试试看把它做成意大利面。那没想到推出以后反应非常好。业者用心推出多变化意大利面，希望让介意食美食消费者有无同款的选择。记者新竹电话淡水采访报道。